5月7号的早晨，你看小白，在我家完全都是 relax 了，看着，这早上这地方有太阳，在这晒太阳呢。你这个桃也好，这个桃儿，这个、地方有个有弯的地方，有挺有弹性的那个。这就挺好的，晒晒太阳，知道就把他们弟弟过来了。